可以啊，可以啊，开台，这还是僵尸要开台了，是不是？开台，开呀，到底是？都到了没？到了，到了，没到的报数，报数，87，88，69，80，中数了，中数了，中了，中了，撞起来呀！到了啊，到了声音啊，到了。没声音，到了举手啊！没声音，他没讲话啊！没有，我只在喝东，我只在喝东西而已。哦、还在吃啊！炒面面包，面包。对，是我在吃啊，是我在吃啊！哈哈。你上课喽！耶、各位同学们，昨天是母亲节啊。嗯，对。那母亲节快乐，哈记校长，母亲节快乐。嗯，校长，你有龙奶大，自由活动，什么？没了吗？这就这样吗？我没别的事哦。没有，因为今天也是还是有人请假，就、啊、那就我都下一次、哦、再 pass 一周。我们传统，这次是我们的小雨校花，我们的小蜜蜂，嗯，小蜜蜂。哦哦哦嗡嗡嗡耶！嗡嗡嗡！今天大头赛多少钱？看一下，看一下，啊、有更低，有更低，看一下，十六跟上次一样，很好可以买，应该是没有重置到吧？因为对，校长这样说，我还没重置，哦，还没重置哦，有了、啊，重置过了，重置过了，重置过了，过了，嗯嗯。哎，买那个啊，奖学金啊。哎、欸，33，还跟13，三跟十三，强起来，没问题，没问题，我先买了。嗯，我今天玩又是别人爆的牌子哎、欸，是不是？对啊，别人爆的白鸡吗？对啊，这么香。哎、欸，我的15号包包，中了评分啊！中了评分啊、哎？要不要？我按到了，我原本是要按那个十号的， oh. 就按到十五。你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刚是在跟猫咪讲话吗？谁？我要看到一个很像在跟猫咪讲话。没有吧？我没有。你听错了、啊？什么东西？他说有人有人，他刚刚以为有人在跟猫咪讲话。哦，我在跟猫咪讲话、啊。哦，原来是你呀、啊！我怎么这种做？没有，就他最近很喜欢出门。他说了什么？他说：“干妈的，又给我开一台啊！”死杀！Will 你好 ，Goodbye。死猫奴还敢开啊？哎、欸，旅行商人，他毒马铃薯不能施肥，不是知道了。我要被吐口水了。哦，原来又有两只。对啊。哦，所以烤鸡场跑到、嗯、那个矿洞，哎、欸，矿洞上面，矿洞，哦、嗯，我被吐到惊讶，好不好？怎么他开始乱吐人？他人，他怎么掉下去了？你牵着他的绳子啊？没有，我刚把他的主人杀了，没事，我现在是他们的姓主人，我现在是他的姓主人了。他说他吐口水是对你示好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很像，还是谁杀了我们主人，让我们重获自由？我装备越用越烂，你发生什么事？继续 啊，你就用到好那个啊，烂，反正烂到最后你就会变好、啊啊。我要重置负负得正啊，没事啊，我上次都死了，那个洗了100颗了。稿子啊，你有那么有钱？安暖，你知道上个礼拜没有你的稿子，我们大家很哦，对呀，兵荒马乱啊，因为我稿子上次收在我身上，我忘记放在大家很慌张，对，很慌张，大家很慌，他没有来稿子，
看来我之后如果大家要引起大家注意，就哎，我今天要请假，然后大家就一直叫我了。等一下，稿子留下来。你人可以走，但稿子要在。然后就哎呀，我的稿子不小心放在我的身上的中介箱里了呢。中介箱是不是？拜托，叫哈基或云月去你就登一下你的账号。哎，那还要先知道我电脑的密码啊。集团就是你要扔的啦。啊，不是我的生日吗？我觉得密码是，我觉得团团你应该要在你家门口就放，把那个稿子裱框，然后在旁边放一个箱子，然后写说用一次一赚这样。啊，不然就是说那个用一次你自己看要多少就付多少，就有点像是那个那叫什么商店，诚实商店吗？对啊，那我觉得会不会过了十集那边都是零块啊？我觉得搞得不见，我也觉得会被偷走哎、欸，或者是可能丢在哪里了就不见了。对啊，我觉得不能给我用，因为我觉得会直接丢，因为酱油没开台，所以。可以合理怀疑他拿走、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样子、啊啊啊欸、哦。你要想呢，你没有开台，都是他的嘞。我还偷他稿子有何意义？啊，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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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偷了我们八个人不能使用、欸，有什么意义？欸、很有意义啊。偷那个是你的，三副稿子可以再借我一下吗？我要在我身上喽。可以再借我一下吗？我拿到稿子以后，我会突然觉得好像网络不太好，然后直接断线。怎么这么暴屁呢？我的天哪、啊！白痴，干嘛？你要不要帮我敲？我要去打精英怪。哦，你直接丢下来了，这可以吗？没有、啊。哎、欸，怎么了吗？我在这敲一敲，显示设定又怪怪的了。你不要被酱油拿走就好了、啊。好，那我要找一个隐秘的角落。那我啥事啊？你这自私的女人。我哪有、啊？你到底？我只是奖学金中的比较多次。太过分了，那你也是很夸张啊！这个就是元凶啊！没有，是不是累个了？会回缩。我觉得超卡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网络发生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哎、欸，一定是酱油。哦，酱油，酱油，我还没传送哎，你现在很卡吗？哎、欸，是跳跳，我刚刚都已经快到完了，我到了，来，我还蹭了，蹭爆，哎、欸，有吧、欸？没有东西掉哎、欸，是吗？没有东西掉，有人吸到，有，哦，我回到吗？你好像没回到，我是没看到啦，我是没看到，三份，好哎、欸。拜拜，拜拜 ，PP 地府灵，我在上面，我可以再去修装备了。团团啊，我等我一下，我弄个东西。没关系，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哎、欸，告知，告知是我的。哦、oh, oh, ，来，这是换我了，讲错了，不是我的。OK， 打雷喽！哇。两个幸运的剑呢、欸？哦，用啦！幸运的剑可以啊，用啊！赞呢！哎，醉啦！醉啦、那個！哎呦，我是一个那个撞在啊，对他进那个天气、嗯，天气怎么了？你有塞进去了吗？一直在书本里面啊？有吗？我上次看没有啊？好像我还没写进去的样子哦。248%啊！幸运哦、啊！对对对！今天要来清空一些箱子啊！这个有些箱子，这个就是不知道是谁的东西。对，感觉是之前在搬家的时候留下来的嗯，然后大家都忘记拿走了。大搬家，这个就直接丢掉了。要找市场。要找市场、啊？哪一个箱子？我刚没听到。跳蚤市场的哪里掉了？烧掉了。那个色板旁边的色板应该还好。哦，他这旁边不止哦，他还有人埋那个熔炉在里面，不知道在干嘛。这不是包包当初的遗产吗？不是，这个不是我的，这个还是在上一季的人的、啊，我觉得有机会、欸。还是这个留太久了吧？很酷嘞，这是不是我的？这是留太久了。他进那时候说要移的时候就移了。啊，那个月月，你的书现在是在哪卖啊？
我书我现在都放在家里啊，你在家自取，然后去拿、啊，然后再放钱进去，然后再跟对再放钱啊。租金太贵，现在都在家里面开了，对不对？对啊，自己家不用付额外租金啊。可是就有人会要业主自己掏他那个、啊。笑啊！我就说之前就说在那个店面卖，他就直接冲到我家。店面在哪里？然后店面又回到家里了。对啊，你现在弄到家里，又跑到楼上，店面呢？那没有店面了，没有店面了，没有店面了。老板怎么关了？我去，怎么没有店？啊，因为你来了，因为你来了。我都不想卖了。所以你是放在书的那个箱子里嘛，对不对？对。Oh, 大哥没有书。哎，是今天还是昨天他生日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五月五号吧？是吗？哦，是五月五号，这么久了，我怎么之前看到最近的贴文有写说有人说他生日啊？我是柯南啊，我也是看到有啊，五月五号。对啊，小新也是五月五号。很多啊！啊，谁五月五号生日？啊，不是一只猪啦！空了，我刚刚放空了，不是一只猪啦，不用怕啦，你没忘记他，大哥啦，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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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哦，我上次装备也太坏了吧！太坏了！你装备太坏了，没事啊。他是的 bad girl， 所以你是被你的装备霸凌的吗？还是怎样？没有，他耍坏，他是呛你，不是，他是叛逆期的少女装备。我以为你要说他是呛辣小辣椒，什么？呛辣小辣椒很像一个特务的名字，对呀、啊，很帅、欸。我私底下其实有一个称号叫特辣小辣椒，你太辣了，不是叫这个名字啦。那你觉得是什么？你讲讲看啊。不是啊，你已经有名号了，你不知道吗？哦，所以是什么？呕吐小怪物。你是呕吐姐妹花哎、欸，二人组哎、欸。对啊，你两人组，你还想要自己创绰号、哦？你要单飞不解散？想单飞哦，单飞不解散。哇，你们连第一首安口曲都没唱就要单飞了，我的天！你忘记我们上次 S H E 少了一个 S， 现在只剩下 He 了吗？我要离开了。啊，剩下 He 是怎样？我们现在只剩下一个E了，E。咦，哎、欸，那波波，你要不要先唱你们那时候想到一半的主题曲啊？感觉好赞、啊！我完全不是我想的，不是你在想的吗？都你在不是团员在想的吗？没有，你要学会，那是你们的歌哎、欸。那你要当经纪人吗？你很忙哎、欸，编词，然后你要唱。没有、啊，我们没有作曲啊，我们现在是没有啊，曲不用啦，你就直接。那人家会做是抄袭耶，不行、啊，抄袭。欸、不行，我找老半天找不到雨月你的书放哪，我好废啊！我找不到中间的，讲完就看到了，笑得很开心嘛，笑嗨嗨呢，笑嗨嗨你，我把稿子放回箱子喽。啊耶！我有报备哦。好，是几个钻石啊？雨月五个还是十个？五个，以前都卖五个，五个。好啊，你们人很好哎、欸，你们没有故意跟我说十五个，然后你拿走十个。还有，你既然都这么讲了，然后五十我抽10%，我抽10%。如果是我就这样做了。你说是本书50块吗？然后你去放完15颗的时候，我就赶快过去拿走10颗，然后雨月也不知道是10颗。没有，干脆你直接讲说放我箱子，我等一下会帮你给雨月。哎、欸，这个是中介费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最好赚的，欸、最会赚钱，对不对？铁巨人旁边的工作台怎么不见了？我打掉了。我在清，到处清东西。哦，我在合成铁砖的。哦，你把它放近一点啊，就放。啊，好，没关系，楼下有。卡。夜妹，夜妹。我们去睡一下，好不好？好啊。好。那我先登出一下。我中介，那你那边两个是不是剩夜妹哦？他说在中介吗？他可能去了吧。我很想再跑一趟，好远。他很想深夜妹，就让他。我快修好了，我装备快修好了。啊，行。睡。你可以直接在中间放一张床躺下去啊。对啊。太棒了，二倍恶意的游戏，恶意的游戏设计，游戏的设计。
很讨厌、哦。你上次没参与到、啊，可以把你这一根打掉吗？嗯哼，树拔掉。他说哪一根？那根很粗很壮，上面绿绿的。哦，你要把它打掉，要打掉也是可以啊。你说蘑菇树吗？啊，你说你想干嘛？想要把它这边化作那个真为公用，哎，这块地。哦，反正这本来就是公用的、啊哦，公有地，公有地，本来就是公有地，公有的地。啊，那如果说不行，我是不是可以当钉子户？那我不要。还想当钉子户啊？你要当钉子户，你要坐地起价，一个方块，一个方块二十转啊，这样。哇，对，请轻松高效的那个校务委员会自己给我钱啊，我们要签个合约啊。我们没有在那个五四三的啊，我跟你说。哎呦，然后跟合约还要故意写那个很坏的条约，很坏，你说陷阱的吗？对啊，要写一堆陷阱。我跟你讲，这个社会真的太可怕了，都一堆陷阱在那等着你跳。人性险恶，对，然后表面还要笑笑的 ，QQ， 就一定是要笑笑啊，那样，不然你表面太坏的话，人家一下就被你吓跑了。哦，叫球球，球球，球嗨嗨，那个球啊！哎，传送板板是不是不见了？那个是传送板了，上次讲台，好像是对，哦，去讲台自己领是不是？好，等一下，我觉得团团去的讲台是那个讲台，他楼下那个讲、啊、不是讲桌、哦啊，我来到讲桌了，我就知道角落有一个，我们角落有一个卡拉 OK 区。你看那边点点歌，我就知道转团。哦哦，这个哦，因为他叫那个叫讲台啊，讲台。哦，可是转团来到真的讲台。哎、哦欸，那你们上哎、欸，我是不是连续两个礼拜没来？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更新？跟他一起讲一讲。酱油想要榨领你的保险金。哦，对。然后嘞，还有什么？啊，无线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卖啊？还有什么可以卖？哦，酱油说他坐在那个什么放甜点的桌子上面，然后去撞到月球。哦，这个好像每个人都撞到，还好啦。不是酱油有吗？酱油没有吧？他说是坐在那个桌子上。不高吗？对啊。哦，我一直很纳闷这件事情，他是不是没开卖、欸欸？那我也是蛮纳闷的啦。对，小刚多讲一点。好神奇哦。不对哦，打到重置十，白痴，我没开到麦啦、哎，我想说怎么讲话都没人理我。哦，你是最棒，我一直在讲话，就是我没有师傅听我解释，等一下，然后我发现都没解释，都没有，就发现原来是你没开麦。我想说奇怪，怎么没人理我？然后直到我刚刚说出，不然我下次就撞次给你们看，然后还没人理我，哎，没开麦啊！天哪，好玩了，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相信我，你球那个月球上真有坑洞哦！你不要把月球撞成两个小陨石就好了。两个小陨石，小陨石吗？小陨石，小陨石。扎瓦鲁豆，扎瓦鲁豆，扎瓦鲁豆。这好像真的有点卡卡的、欸，一丁点，嗯 ，a little。A little， 可惜，这我嘛无法度，无紧，没关系，我没关系，应该是网络问题，伺服器这边是正常，嗯，我也觉得应该是网络问题。你是拿那把武器在打？哪个？咻咻，还是说我们的乖乖要换一包新的啊？有人是乖乖，我觉得他们还过期吗？过期了吗？你用影印的。你说影印乖乖吗？对，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哇，也不会过期。这样子会有用吗？等一下，成瘾了吗？超级用，超没诚意，我的天！那时候在公车上面看到的，好客家、哦，真的哎，很没诚意，我的天哪！是很省没错啦，很省吗？对啊，你可以用高级墨水。有没有墓碑？这样成本够了吧？高级墨水是有多高级、啊？乖乖墨水20块啊，墓碑一次就15块呢。对啊，对啊，它保存期限可以很久啊，这样够便宜了。在表框，
护背是比较惊恐啊，哇！那你要不要那个高清印出 A 零尺寸？然后你就可以放在那边超大张。我 A 零 A 零太大了吧 ？A 零啊 ，A 零是多大、啊、？A 零是大，就是你知道 A 四其实就是一个全开的对折四式吧？好像是。对，对，那你 A 零就是 A 四的展开两倍，变 A 三再两倍，就是四次两倍，是不是？四方吧？你去想四方，四方对，应该是四方吧。四方四完了，不是我们数学都爆炸，完了，完了，真的是我们安德为什么下不来？他他问个，你要等一下，欸、幸运啊，假如拿副手也是算有的嘛。你主要可以上去点那个上面有那个卡拉 OK 区有可以点，可以看。哦，你说看数值那边有没有加就知道了。对。然后也可以去，卡拉 OK 去点歌喽。所以为什么那边是、啊、哦？因为点歌哦，懂意思？你不觉得很像吗？就是一个那样做的样子，然后前面刚好那个点歌的那个站台在旁边。KTV 不是左右两边、哦，就是椅子不是都是那种长哎、欸，那叫么字形嘛、啊。然后左右两边有那个点歌的，是这样没错啦。哈、哦、啊。啊！所以幸运角你都洗到趴树的跟屎一样、欸，我真的假的？要有又有个点数啊，有点数有固定的啊。你是说零零的话，原本数值是十，我有个加 0.16， 然后再加20%，再加16%，但是它显示是零诶、欸。嗯，零是不是？但是数值太小了，会吗？0.16的20%，零点一六放在哪里的？鞋子、哦、然后他还有一个额外20%，然后跟16%的裤子，20%，但是我拿武器才有才有数值，哎，没有怪物，嘿，我武器有幸运的话才有数值，神秘，很神秘，超神秘，你打这一串哦。有人一起叫，一起叫，一起叫了。有人叫了，出事了，出事了，阿贝。刚刚卡了一下，我的前面突然出现三只苦力怕，还直接这种卡一下，直接引爆，吓死我了。谁啊？啊？你走啊？是有数值0.21，那就是0.21这样子。哦，然后那个表上没有写0.2，零以下，我到时候再检查一下好了。是我拿了武器之后0.6，零点六它是有显示出3808的，3808，好像这个数值除以二吗？啊，还是那个你先看，只要以打这个指令来看位置好了。哦好，那个六八六四06864，好，我需要一个基准值，什么才叫高？什么才叫高哦？对啊，幸运。嗯，人要衣装，我也不知道。好，先慢慢搞，先慢慢用。对，待开发阶段。嗯，你要记得幸运它的值是判定在就是。你有没有打到？打到之后呢？幸不幸运这样子？嗯，那有沒有就是先掠夺，先掠夺再幸运吗？对对哦，了解了解。先掠，嘿，好打好打！什么？冰壶？我要打唱片。我们当初的活动区现在也开放，可以大家可以去建筑了。活动区、哦？对。哪一个啊？嗯、你是说萤火晚会那个区域吗？对，哦，好，全亮了。我以为只是大家都没去盖东西而已。啊哈哈，说有一阵子也都没有盖东西啊。小时候那边是活动区，嗯，因为原本包包山那边盖房子的，那时候是活动区啊，现在是可以盖的。哦，嗯、最后我盖在里面。对呀、啊，嗯，我盖了那个表特佛的房房，
表特佛讲的好奇怪。Beautiful， 好好哦，好哦，哇，是不是很糗带？糗带，真是很厉害耶！欸，我发现我好像在不管是国中、高中还是大学，都会有个阶段都会遇到一种朋友，就是会自创名词。哦，这一定是要的啊！我就是你生命中那个唯一一人，公傻，可以教他吗？命中之功，命中之功是什么？对啊，你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在围攻吗？会养会疼是不是？那个是嫡叔，那不一样哦。例如什么什么鬼手爬爬啦什么的，鬼手爬爬。我以前一个朋友是在讲 ，Let's get。Let's get，这个其实这个自创啊，也蛮多人讲的，不算，对，对啊，其实很多人讲。我觉得我目前听下来，听到几个比较奇怪，就是什么鬼手爬爬，这个是真没听，是真的我讲，对吧？鬼手爬爬很奇怪啊，不是啊，就没人这样讲，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讲啊，卡了，等一下，打不到蝙蝠。所以你最原始的鬼手爬爬是从哪边来？是 low 吧 ，low 吧 ，low 的啊，是 low 的，就是那个三岛有一招是变成鬼手，然后他哎呀样子就是好鬼哦，鬼手在爬的啊，不是那个吗？为什么不叫鬼手冲刺还是什么？就是看起来名字比较没有啊，在地上爬爬爬，没有爬爬就很 local 啊，很是因为他的图示就是一只手在那边爬来爬去，对啊，他就是爬来爬去啊，哦，鬼手爬爬。对啊，很 local， 很接地气吧？这样子，哦，接地气。那我说一个就一次嘛，就是小马跑跑，因为他是跑没错，确实跑。他在陆地上跑啊，对的，对对。那我要叫波波兔兔，波波兔。没有你，完了，吵架。现在有新的，现在有新的，你可以先迪苏兔兔，再波波兔兔，我隐退了。没有，你们俩是姐妹花啦，都一样的。团团在那边。有赶快，不赶快呢？哎呦，你要试幸运了。嗯，是那个掉书率高不高？太棒了！我这边给你很高很高很高，超高！你去那个隔壁的平台啊。好，我去。是几啊？对，那个我们当初的华龙座地区啊。嗯，有空各位。可以帮忙去清一下那个原本的场地，我有清一些了，那看能不能把它还原。哦，那来的，今年的端午节快到了，真的吗？所以你要再一次啊，还是别的？看情况，应该会有变化，不会一模一样的。哦，龙舟，我刚刚听成会有变化，其实有点忘记在哪里，就外面的外面一圈。对，从酱油加那边出去啊！我想起来我的区域是哪里了。我的是那个叫什么？有会有鱼很多那边跳的。因为我是护城河区，我看一下护城河区是什么材料。我又可以盖一个连自己都会迷路的迷宫吗？不要不要！你盖那个害我晕船晕了三天呢、欸。晕船晕三天，真的很严重吧？他那个很晕，因为他一直在里面绕啊。哦，等一下哦，该不会我的赛道？哦，不是吧？原来他自己那个时候填是直接那个、哦，你是直接只填一条泥土、哦、地下河啊？对，其实还是可以通，就是我坐船可以是可以通，只是就变成是地下河、哦、地下舱了，很迷摸。哎、欸，那你等于帮我弄好了。他说他帮忙，我的赛道好像全部都好了，全弄好了。对啊，因为你刚好填的这块全部都是我的赛道啊。我的好像是熔岩块啦，熔岩块要清掉就好了。飞天鱿鱼可以留着吗？它是 icon， 它是一个。飞天鱿鱼不是偶尔才会出现的吗？没有、啊，它并不是永久的。它不是都会在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定期。一花一，一花一就飞天是不是？对。一花一，我今天就在 flying sky。你邪功三回，我问你，天哪！句话怎么吐槽嘞？你们不觉得英语加台语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吗？没有，我最近在练旧代吗？对对对，就是旧代，就
我觉得在练习。我觉得金晶体已经不好玩了，我现在开始要流行这个了吗？那个 Bobo 讲这个让我想到之前不是有什么国小生谈恋爱，然后就一直中文混英文，什么我才是他最 beautiful 的女孩，他只 like 我那个。我真的很 no 眼呢。啊、我觉得你弄适合他，他只适合 me， 他应该跟 he 应该跟 me 在一起才对。可以那我头上打下去吗？那我是返老还童了。你是老顽童嘛？你是老顽童，返老还童啦，老顽童。啊！我不应该出来。哇，好多怪，好多怪，真有怪了。白天啊。啊呀！口令号请留给我，谢谢。啊你在 AD 家，我在找凋零骷髅。妈呀！妈妈妈妈呀！哎，怎么是火焰弓？耶、yeah ！火焰弓很好啊，怎么了？怎么了？有个小屁孩拿铁剑在敲我，天哪！敲回去啊！打回去啊！双倍奉还，痛哦！对啊，你边敲边跟他说：“了不起哦，我一杯钻石剑呢。”欸、钻剑灰灰呢？钻剑灰灰耶！哇，秋带呢？秋带耶！秋嗨嗨！秋，英文加台语真的是很国小、啊。哦，真的假的？有感呢、欸？嗯。啊，打到防具的还是那个、啊、防具武器都有，是不是掠夺，不是掉，但是掠夺而已耶。幸运是赢那个它上面的那个啊，30%或70%、啊，就掠夺下去再去看有没有掉啊，再看幸运啊。哦，不是掠夺下去再算幸运，是掠夺看你会不会掉。对，掉了之后呢，它就是判定你可能会掉宝物，但宝物里面是掉什么东西是看幸运。哦、oh, ，懂吗？嗯，就是你可能明明就是他就是像打 boss， 你会掉钻石，但钻石的量是看幸运，看幸运。所以就是掉苦力怕就是看那本书是30-70这样子哟、哦，这样的意思？对对。哦，看你那所以你是打到30%的吗？欸、我刚刚打到130%，一本70%。哦，好爽哦，70。反正。这个懒人听法就是无论如何你两个都冲到满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哎，没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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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之后可以含掠夺三吗、嗯？没有，不含，是纯直接打，纯的，不要含。来，请问酱油是多少呢？纯的，完了，完了、啊，完了，酱油完了，酱油完蛋了，完蛋了，我差一点真的完蛋了，差一点我要跟我自己领保险金了。不累 egg。普雷 egg， 不是啦，普雷 egg， 那是完蛋，那不是完蛋，是一样吗？同一个音啊？不一样，不然要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玩意，还是你要王蛋的 ？end 王蛋哎 ，end 能 ，end 能 ，end 能，我的天！哎、欸，其实这个应该阿旺最会吧。啊，可以把任何的语气都你是说完蛋吗？完蛋吗？对啊，是要翻什么？就是其中一个字换成英文，然后一个台语这样，感觉你最会吗？我台语超烂的、欸。啊哈，那你就讲台语，把不会的台语讲成英文啊？欸、对耶，哦哦哦，你好聪明，好像很聪明哦。结果有人是怎么，比如说那个笑死。秋代他只听得懂 left 没有，我跟你讲，台语怎么讲？刚刚我们应该要那个什么称赞，要称赞阿旺说，哇，阿旺你好苍格肉啊，说苍格肉，是说我没有 get 到，冲啊，
仓啊，不是仓啊，什么仓啊？不是仓啊，仓啊，仓啊，仓啊！哇，各位，各位的，各位的语文能力越来越好了，我也觉得我好厉害，语文能力，我都考验逻辑跟你的翻译能力，对啊，好棒。以上言论还立场啊，那个不要自己乱学啊，就跟妈妈讲了啊，不关我们的事啊。没有啊，我们又没有乱教那些骂脏话的名词。对啊，笑死很生活吧，笑死很生活化吧。哎、欸，可是其实老实说，我以前蛮算粗，感觉是粗话的。应该说小时候，小时候家里其实连死都不能讲、欸、我们家啦，我们家蛮严格的，啊、对吧、啊哦？什么笨蛋啊，白痴啊。什么鬼的都不能讲，全部都不行、哦。我们家是，自从看了《蜡笔小新》之后就哦，你都三个字两个字，那个是更不行啊，那个是讲直接被赏嘴巴的。啊，你共上回了？没有没有，连讲都没讲，直接赏下去了。欸、你知道，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接触脏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你怎么可以说？我的天！我要告诉老师，你讲那个十三种不能说的话里面的第八种那样子。十三种不能讲，他想知道是哪十三种的。你可以演出来吗？那时候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长大之后就每天都讲。当语助词的，你们不会有那种小时候没讲啊，后来就不会习惯讲的这种概念？会，可是、啊、会啦，会。是，就是长大还是会，就是看到人家讲耳濡目染，就慢慢就、嗯、嘿。我觉得看环境，你有没有接触那个环境？嗯、哎，就以前其实我是不太怎么讲，但是上高中因为是男校，所以嗯，你知道。我知道是讲爆、哦。那我的定力很好哎、欸，我上男校还是一样没事哎、欸。那你很厉害呢、欸。还是你们班的风气就没有那个？没有，我们班一堆人在那边啊。你刚刚超像那个哎、欸，马里奥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哈哈哈 ，OK， 那我是自动消音，行哎、欸，有哎、欸，这是哪里的？我们这边的吧，看一下，我可是我的弟弟哦，我的弟哦，不要给，别到了再跟我讲，男生凶哎、欸，你也很男生都不骂脏话的，全都是女生在测男生。欸、可是我真的觉得学生时期的女生真是蛮，所以有些很派，对，很派，蛮可怕、啊。然后因为我有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以前就是可能就是短头发，然后那种就是很就比男生还要男生那一种。嗯、然后结果我看她就是毕业之后，哇，跟就是留长发，然后那个婀娜多姿，然后讲话都会轻声细语这样子。我跟你讲，那只是假象啊，根本是不还是？果然是，没有，可是，你知道我真的是很讶异，他就是转变这么大、啊，可能交男朋友了。不然就是他后来才意识到，就是要这样子，嘿，才能吸引到男朋友，嘿，那也之类的，那也太厉害了吧？这个就叫做社会化，我的天！哦，杰克，你到了吗？刚到啊，超跳！我以为刚刚那一趴已经结束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没接上，我没接上。哦，我重点都一直听到没，楼下邻居，你那个羊可不可以管好嘴巴、啊？我管不住啊，没办法、啊，把整个胶带粘起来了。太恐怖了！这样你重点才不会无聊啊，才会听到动物的声音啊！亲近大自然。对啊，我把录下来，然后那个晚上24小时播放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有一集是把人家的声音全部录下来，然后半夜的时候把它播回去。杰克，你怎么这么毒？我想要帮我扛伤害啊！你现在是许愿吗？我想要幫幫，我现在想要是啦，他们在抢，嗯，然后通常不是打到最后一道往前走，好吧，你给我投，下一张就不给你，我给你两张，啊，你没有给我，我没捡到哎、欸，哎、欸，没有吗？你给我投入哎、欸，我就这边啦，哪里？你吸到了，哦，
我看不是，你是在偷看我？没有，我这没看到。上网告人，诈骗了，诈骗！啊，你赶快去告啊！你去告，可以解任务。去告，你就去告。我要去看你那个啊！我就看你要告他会。Today， 我们打了一个精英怪。Okay, 那是你情我愿，好不好？没有没有，我之后觉得，快点去按铃啊！我要看，我要看戏。真的假的？陪审团一定最公正的。没有，我觉得你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哎呀，你下次精怪给他自己打啦。这样走走走走走啊！我到了啊，可是我打完了。所以需要按你的吗？没有没有按你，他还在我靠，我想要血流成河，按一下按一下，你确定你告得到吗？对吧、啊？你告赢友哎，然后娃娃，你赶快去按铃啊！你在我旁边，你们这群人啊！按我把你毒进岩浆哦！你要嘛按铃，要嘛下岩浆，选一个，选一个。那好，那那我选择说，我告你霸凌。我选择登出。好啊，我选择结束这一回合。结束这一个礼拜吧，你就登出之后。对，结束这一个礼拜。因为我刀还在你身上。嗯，欸，那这样子，为了可能要让大家知道说今天到底法官是谁比较公正，我们是不是要安排一个值日法官？值日法官，值日法官，每周今天的值日法官是谁？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法官会议，就是他主持这样。哦我懂了，就是好像书记官对不对？那绝对那个哈、Bobo 排法官那天，我绝对不会去按。那天他自己选择不开，今天选择放假。因为哈，我觉得 Bobo 当法官一定当得还蛮会说啊。等一下，你刚刚讲什么？没有，我讲了。对，我觉得像有机比较高哎、欸。好像有也有啦，没有哎、欸，不对，你没有你忘记他玩狼人杀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吗？讲到我们那个情景很崩溃。哦，我的天！接下来不要投票好了。哦，算了，不要投票而已。不玩狼人杀，我只听得懂他前两句话。他后面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后面我自己好乱哦，所以干脆算了。而且那一场我还是最好的人哎、欸，你是唯一精髓哎、欸。对啊，那场我真的好希望我怎么不死的不是我。唯一一次我也给他的，对吧、啊？重点这是哈基给的，这真是没办法，你知道吗？要不是因为是精髓，你早就死了。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如此信任。没有，下次了，没有了。还有啦，还有啦，有啦，拜托啦，求你了，没了。查到是那个好人，他坏人，他是狼，把他投出去，把他变乱源了。先查掉再说。欸，不过我觉得玩的还不错啊。没有、欸，不过有时候没有、欸，并没有，没有吧？直接被打枪。我还看，我有没有玩的头很痛？我看着头跟痛。好难哭哭啊！这游戏已经不能玩了。没有啊，欸，那这样子会不会以后那个他会发现他没有一开始就死，他就会去想说会不会是？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就是觉得说啊，他当好人一定是乱源，所以不用杀他的那种。不是吧？当好人，哎哎哎，当好人是乱源，应该是要更被投出去吧？没有啦，我是说，如果你是狼人的话，你就故意留他。哦，对啊，对啊，那你刚刚讲法也是对的啊。哦，没有错。他就是那个啊，那个狼伙伴，狼的伙伴，那一个叫什么狼人？引狼，引狼，引狼。他、啊、就是标准的引狼，然后自己就是对很恐怖那种。那、引狼人做的事真的很少哎、欸，就是、啊、主要是那个啦，不公开资讯的，就划水划，划船队员。紫砂帝他如果真的是看得出风向，他要乱讲话，带另一种，等于他就是带风向的角色、欸。对啊，嗯，假装自己是平民，然后其实在乱讲话。哈哈，我其实是狼人队友啦，哈哈。没想到吧？真是没想到啊！我来时路在哪里啊？我忘了。哇，三条幸运呢、欸！哇塞，真的假的？
数值的吗？什么的什么的，两个固定一个趴数。哦，那很还不错吧？天选之人呢、啊？我刚才是三排幸运，看一下，我、衣服哎、欸，衣服凋零山庄，真了，打宝装，打凋零喽。我要解任务，四排，谢谢。哇塞，四排幸运，把你运气用在这边咧，好猛哦、喔！东人一下咋回事啊？啊，有人要讲他凋零，凋零。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会传这么远，就像我在地狱呢，他全灭到，他全部都地图，全是。我刚以为那个发光了，我买发光了，我买发光。哈、嗯，玩狗发疯是不是？你别玩游戏啦！歼灭，歼灭，歼灭！这也算是你们实况组的职业病了吧？啊，发光！哎，赶快去挖一下那个核心了，赶快挖一下！听到那个铁声，叮！谁挖核心？谁挖？不是啊，我刚做铁声。哎，可是不得不说，真的，你们这样子直播久了，有时候跟那个比如说现实朋友啊出去见面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你讲话怎么那么多效果音啊？你是不是职业病太重？哎，可是我觉得我在现实面前，现实朋友面前很收敛。哎，没有，你应该说再怎么收敛，还是不小心。不是你已经本来就是那样子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现实朋友面前。不然你现在用你现在现实朋友面前的方式跟我们讲话一下。那你要先给我一个情境，就大概十分钟。好，那给你十分钟，十分钟后你就是。可以收敛，收敛可以，你就是收敛波，对，好，收敛波，收敛波。现在是臭骚波，然后等下是收敛波，臭骚波。臭我的天哪、啊！可是其实我在那个什么、啊，就是跟你们认识很久了，我在平常的现实朋友面前比较温柔啊，比较温柔。再次，真的，这样跟我讲话吗？这样我怎么说到在认识我们很久呢？你刚刚说什么温柔？没有，我在这个词，这个词可以放在他身上吗？我说嘿，你说嘿，嘿，不是啦，不是啦。哎、欸，真的，我那个什么、啊，就是我那个现实朋友来看我，看到我实况就说，干，你实况上面也太像疯子了吧？我说我现实比较温柔，没有人相信我，我知道啦。对。这个沉默大家已经表达无疑了、啊、没有人相信我啦、okay. 对我们还是来看收敛波好了 OK 冷却时间冷却时间冷却时间你还没冷却好好久你还没准备好要等圣人模式太久你知道那个词是不能乱用的你知道吗对啊真的是不能乱用对啊，你那人家去查这东西怎么办？你要怎么跟人家爸妈交代？小孩子看那个东西、啊、学到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又不能买外卖块都是因为你。到时候他小孩在想事情，他妈妈问他在干嘛，他就跟妈妈说我在圣人模式。谁教你的？他还会傻了吧？等一下他妈说哦好、啊，然后默默走出去关门了。哦，原来这个是刚。我打扰了，打扰了。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小孩应该都比我们还懂了，是倒也不用太担心。是这样没错啦，不过我们还是尽量能够不要污染纯洁的，还是污染。对，是有纯洁的。这个是，可是我觉得这个词还好吧？这个词几字点啊？啊，刚说什么像什么一样？像我一样啊？那、啊、我觉得什么？啊、有这样有讲话吗？啊？哎、欸，嗯，说刚刚是哈哈是我啦。是我觉得这个词，就是你 Google 下去，就是都是那个东西的话，这个词本身的就是不太好了吧？哦，是啦，对呀、啊，好不？毕竟有些人不懂，小朋友不懂，听到这个，嗯嗯。哎、欸，如果要说那个什么、啊，那个有些字不太好，然后小时候都被骗着用的，我觉得应该是三点水跟你的胶。哦，那个还好、啊哦，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吗？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包什么，就好像同学们之间都觉得这个字很潮。欸、好啦，然后都会这个会被查标。OK， 等一下我们就全部每个黄标或变红标，红标危险。那最近靠一位朋友变红标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演默剧，这样就不用担心了。请看西西字幕哦。
哎、欸，知道他们其实有在讲话，对，你要感受的，用心去感受，心灵祥和。你们觉得划龙舟活动要怎么玩？有没有什么 idea？ 一千多，划龙舟，划龙舟，划龙舟啊！上次是那次就是。障碍赛跑啊的那种感觉，对啊，不然那个啊，自足兽，我们这次改自足兽，可是我觉得上跑的世界会先烧起来，没有，我们去地狱哦，可是地狱也要找到类似有赛道的那种感觉，是没有、啊、自己做啊，主要是要牵自足兽回来比较麻烦而已。嗯，地狱不是有那种大片岩浆，我们上次。那个抓幽影那边，你要想哦，我们要盖赛道哦，会不会有人在那边烫死？应该是会啦，会，一定会有人烫死啊，一定烧包。对。然后这种事情盖到一半，还会有幽影冲过来，嘿，打棒球啊！障碍赛。嗨，我们来打球，你当球。对，你当球。哎、欸，你这边有人真的去划过龙舟的吗？没有，没有。哎、啊，有划过，有之前 YouTube 办活动那个应该有吧？对啊，哦，啊，划起来感觉如何？累，没有、啊，也不知道，我没划过，那看起来就很累啊，累爆，我很想划看看呢、欸，想还有那个急流泛舟，我也想玩看，急流泛舟危险的，泛舟好玩，可那意外很多哎、欸。对，刚看到都是对啊，不然我蛮想玩看看的，没玩过，应该不会有那种就是突然悬空的那感觉吧？会啊，就是你会、啊、会一下子而已。嗯，你如果要突然悬空的话，那种所有进比较快的那种你都不太行。对，因为都会有那种感觉，我离心力有一些还蛮强烈的，呕吐感，所以没有到呕吐感啊，那还是不要好了。放弃了，放弃。不过我觉得泛舟可以体验看看了。我觉得可是这一两年应该很难吧？这一两年比较难啊。嗯，我觉得今年的龙舟大赛能不能办又是个问题了，因为真的是没水，而且这个封面再不来的话，要直接等到台风季太久。没有在干枯的河面上滑。讲会先断掉吧、啊。我觉得比较常会办的会是马拉松那种的吧。灵魂杀上面跑马拉松、啊，马拉松就那个啊，永渡日月潭直接变马拉松啊，直接在底下跑吗？没有，好像真的有匍匐前进，好像真的改办了、啊。日月潭寻宝大赛，找手机啊，找 iPhone 啊，可以找 iPhone 哦，还可以用哦。以前我学游泳的时候，那时候有那种自由活动嘛，那认识几个朋友在那边玩，然后就是我们在丢10块钱丢到游泳池里面，然后看谁下去、哎、第一个捡到这个。对，这个有玩过。以前小时候很爱玩的东西，就是要那個就玩了，好玩。你挖到在冬眠的青蛙，你会哭吗？蟾蜍？为什么会哭？为什么会哭？哈基不怕那种，不怕蟾蜍那些吗？是还好，我之前还睡过蟾蜍哎、欸。啊，你睡过？睡过？对，睡过。不总是睡，就是对，为什么是睡？国二还高有那个格数露营哦，要搭帐篷哦。对你压在上面、哦、对不对？对，我就说睡觉的时候大家一人一个角落嘛，我就睡这个角落。嗯，奇怪，怎么地板软软的？而且这是隔着那个帐篷的皮，然后地板软软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继续睡、哦。隔天早上在收帐篷的时候，发现那怎么有死蟾蜍在那边？哦、天啊！把压扁了，对，就知道，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个人生的阴影，人生成就哎、欸，人生成就，解除成就，已完成。睡着时压死一只青蛙，你说 Steam 跳出右上角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成就解除，成就只有0.2，0.2玩家完成。对对对，应该成就上面只有仅一人吧，只有一人完成吧？不一定啊，我觉得这么大应该，那是大数据反那个啊。说不定可能会对啊，有些人会想要解这成就啊，真的尬耶！
谁要解套成就？Oh my god！ 就搞不好某种游戏，他就想要解全部成就的人啊，全人生成就，啊、缺一个就感觉就不舒服。哎呦，怎么缺一个成就啊？我的天哪、啊，受不了，受不了！哦，你是哪一个的？去问他。你到底可以拖在巴哈、啊？那假如说你一个最讨厌的生物跟蟾蜍去比，可以跟他陪着他睡一天晚上，你会选哪一个？我选择蟾蜍。蟾蜍啊，蟾蜍啊，我觉得蟾蜍就把它当青蛙在看而已啊。对啊，哎、欸，你想要我？对不起，没有，不要好了。想要那天你们的交响乐，我在四楼是没听到啦。交响乐，你说一楼是吧？对，一楼交响乐，我不知道有多刺激，没有，那时候没听到。一楼有交响乐哦，一楼交响乐，没有啊，因为波波你会打呼啊，没意思，因为波波你也是其中一个、啊。原来是这样啊，小丑是你。交响乐，我只会想到我们之前累趴的时候。没有，我跟你讲，你累趴那个是小 case 啊，那天是假的，那天才是那个最主要乐章，你知道吗？哇，对，不是我那种是小序曲那种喽，你那只是序曲而已，嗯，因为是小乐团，然后那边那个是那个演奏会。可是我最近发现，我真的是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就是啊，你怎么了？居然，哎，就是打呼这件事情，通鼻子之类的，知道了。反正你千万不要去查 Google， 不然你会发现你得了那个，嗯。我会什么东西查都是癌症，我会跟你们越查越严重，怎么办？我多了，是我记得之前网上查我鼻，就是为什么鼻子会一直很痒，然后就查到后面就得癌症，口腔癌还是什么？每个都是癌症就好，什么都是癌症啊，不是吗？胃癌，查怎么查那个细节小症状，查到最后就是癌症啊，对，控制癌风险。我的钱包怎么越来越瘦啊？癌症啊！你癌症，钱包癌症，钱包癌，为什么？我也有哎，最近诊断出来了。对啊，草莓面包这么好吃，啊，癌症，草莓面包癌，中毒了，草莓面包癌，中毒。我想吃那个 KK 圈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吃哦，真的很好吃哦。我推荐甜甜圈哦，然后每个人都变草莓面包癌，草莓面包，草莓面包。上过之后，那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发现那个整个城市沦陷，每个变僵尸，草莓面包。那个是，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多人都因为你们在那边这样讲，到最后他们都跑去点了。是认真的，是不是？因为原本那个根本没在菜单里。然后只有限动发了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一堆人都跑去隐藏菜单啊，这种最稀有了。你看，好笑啊！我要吃人家吃不到的，懂吃的人才知道的好吗？懂吃，你要给我工商费了，那我去代言。不是人家如果卡牌游戏，然后你那边工商那个公仔不错，嗯，超棒的。人家是咖啡厅，然后你工商那个面包，哎、欸，好吃，真的。哎、欸，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咖啡厅的一个很神秘的现象。大家来咖啡厅都一定是要吃咸的，超奇怪。真的假的？比较喜欢吃咸。就是，可是其实你真的去看一些比较，就是可能国外的那种的咖啡厅，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在单纯喝的跟甜的而已。那、嗯、真的是这样子。对啊，因为你要搭咸的那个其实叫可费啊，你如果是 coffee 的话，就比较不会有咸，对吧、啊？可是我发现台湾好像都没差，就反正就是进来就哎、欸，你要不要不咸的？我想吃正餐。哦，好的。主要是那个吧，跟生活环境有差吧？对啊，我觉得应该多少有差啦，重口味嘛，台湾就是那个进去里面问有没有咸的那一位，对吧、啊？要不要吃？我也是，我要正餐，我要正餐。哇，那我一定是进去问有没有甜的，我是问甜的。对啊，哎、欸，我去咖啡厅那个甜点店里面说，请问你们有甜的吗？超级很奇怪耶，本来就有啊。那我上次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我跟他说，他推荐我吃，我说哪一个最甜，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就说好，那我要那个，结果他吃起来是酸的。我的笑容啊，这个坏了吧，坏掉了吧，坏了。我就跟他说，发笑了，我说傻眼，而且我是外带回家吃。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要最甜的，就我要吃下去全部都酸的，一点甜都没有。多久啊？是不是被骗了？你放多久啊？对啊，就当天买当天吃啊。骑回家也才10分钟吧。那这样子应该还是太热了。
热到臭酸掉、啊，热到酸掉，因为我觉得夏天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我断了，要看你吃什么东西吧，你买的东西是，我是买小蛋糕啊，哦，小蛋糕很有机会啦，很有机会啊，啊我之前去 Costco 买一个牛奶，然后那时候天气太热，然后我想说应该还好吧，在外面再买个中餐回去就坏了，你就是。夏天如果要买那种可能要冰的，就是最保险就是带个保冰袋去。对，然后就如果没带保冰袋的话，我就干脆乖赶快回家，不然就是当下直接吃掉。哇，那很快，十分钟而已。如果你是大热天有机会啦，大热天真的有机会，对啦。外给能 cake， 而且你要想你在南部，给能 cake 更热。啊，真是啊，真的没有冰就不要再。直走了。我有个朋友、哦，就是喝了一个放了一个晚上的豆奶，然后就一直哦，你是你对、哦、对，我也认识哦，对，你也认识，那个好蠢啊，怎么可以蠢成这样、啊？我没有说他蠢、啊，我也没说他蠢，我啥都没讲。搞到好像听说他去游乐园基本上都是在跑厕所嘛。对，我那好像是谁啊？天哪、啊，好像我们也认识一样。我好像有听过这件事哎、欸，怎么办？他现在好像颇有成就了，有开自己一间自己的咖啡店。哈，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啊。真的假的？真的啦，最近有啦，他有发邀请函啊。对啊，他就发邀请函了、啊。他怎么觉得我认错人了？你们认错人？他没有发给我，对不对？这是另一个人，。有啦，有发给你啦。你有去啊？我们那天还一起吃的很开心。我跟他竟然中了那个月球灯呢。哦。奇怪，我就中了一次，你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啦？没有，你中两次吧？哦，这是精心的摸到，那个不算啊。精心的摸到、啊，精心人，精的摸到，精心的一个吻。团团，我问你，你那个月球灯到底多高啊？当时，我其实没有算呢。那应该说，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就他掉好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说就是他有去比对了一下。那个桌子啊、椅子的这样高度，这样坐下去拍照是最刚好的高度。我就哦，好，那就这样。波卡了，来，我来估一下。来，请问波波你多高？我一七五。对，一七五。那我问一下，那个月球灯是到你们的哪里？眼睛、鼻子还是哪边？应该只到头皮，对不对？没有，大概到哈基的肩膀。我真的有照片。哇，你居然有照片呢、欸，好扯。对。撞到了那个瞬间啊！不要拍照，不要拍照。哦，你有拍照，你好强、哦，真的。详情请看 Discord。我看一下，超智障。那时候阿翁就在拍照，然后就刚好冲上去，那一刹那，就是、手机拿起来就砰。哦，那个还是证据。因为我真的想知道，酱油到底是怎么撞到那个月球的。我就说，我上次约嘛，太气了吧！我们去吃炒面，不是啊，那时候你是说你是从椅子上坐起来去撞到、欸，而且那边没有椅子可以坐、啊，對啊、那边只有垃圾桶、欸，你是从那垃圾桶爬起来、啊？我那时候是坐椅子爬起来，然后是拿东西吃啊。欸、我下次送给你们看，你们等我，我也要去吃炒面面包。好，你爬起来，爬起來，我们约明天好不好？可能有点赶哎、欸。突然觉得不行的、啊哦、对，明天不行，明天我很忙，大家都很忙。没有魔力宝贝，我要吃甜甜圈啊！甜甜圈可以吃，我推荐甜甜圈，一定要吃甜甜圈。奶酪，甜甜圈，甜甜圈补上身中，甜甜圈都很好吃啊，全部来一份啊，全部包走了，全部包走了。怕妈妈旅行团，你可以带一点吗？怕妈妈是？啊，什么胖妈妈？胖妈妈新的名词，你又创了吗？哦，那是胖还是胖啊？胖吧。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哦，母亲节才刚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你的妈妈？天啊，是我妈妈，是巧克力的妈。她不是你妈妈哦，她不是有大家的妈妈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姐妹，我买哦，所以我们要叫你妈妈是不是？要叫阿姨。好、哦，阿姨哦，阿姨好。阿姨，可是你知道，通常我不知道什么叫阿姨的，通常阿姨都好像人很坏，坏阿姨，坏啊！我有这种感觉，嗯、就是那种坏的被阿姨，是坏，就是表面可能跟你很好，私底下在说就是
哎呦哎呦，臭小孩不给我红包，什么鬼的？哇，你这大汉哦，要羞哦。你叫他姐姐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叫姐？叫姐姐？啊，姐姐可能就不一样。啊，这小孩嘴好甜哦，我还没那么老嘛。有一些的矮人，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他们都矮的会讲：“哎呦，啊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你什么时候要交女朋友？啊，在你同年纪的这个人都已经你都结婚了，你怎么还没结婚？”你知道我超想回说，在你同年纪的人有些都已经死了，你怎么还没死？好凶哎，太凶了吧？好，人家红包给的比你多啊，你怎么给那么少？哎、欸，我真的上次这样子回、欸，哎、欸，包红包给我都包六千了嘞、欸，你包六千？知道，没啦，那他包六千啊？我看到你在挖这个，包六千有点多耶，嗯、很多哎、欸，六千算多了。你是阿嬷包给孙女的那种等级、欸？我就是听过最，就是很想 K 他，就是那时候在那个包红包吧，就是以前去、嗯、去那个算是妈妈朋友那边阿姨。然后对方包红包的时候、嗯，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包给对方2000块，就我对方儿子直接打开看，然后就说啊，只有2000的，我妈妈都包给我8000呢、欸，哇干，哇哦，所以呢，我的天，你刚才说那不要那个给我给我啊，本来五千卖 K 啦，然后那谁收回来？那2000少是不是？我收回来，超想揍他，好夸张，八千他买 K 卡。点卡，加卖接呢？不知道是现在的游戏太膨胀，也这样。以前点数其实只要1000点就已经超够用，不知道怎么现在1000点感觉都不能干嘛，一单就是3000块。对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3000这个感觉是已经很就很短时间啦、啊。对，3290，我觉得短时间。我们其实世界没变，是我们长大了，然后去对，就是能经济能负担的，哦、对，是有机会。那什么，那但是这个钱就很够用啦、啊，可以来做什么很多事了。啊，等到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哎、啊，好像可以更多事。对，那我好希望我之后有机会可以变得跟那些天堂2M 的大课长一样，直播课都没关系。然后直播标题就是今天来课100万，今天想办法冲到第一名。哎、哦，不管花多少钱、哦，好像我一个朋友正在某个平台上面的标题哦。没有，我跟你讲，最近好像还蛮多这种的啦。最近超、哦、真的、哦。就是某个游戏手游，就是可能出来就说我今天要冲到第一名，然后真的冲到第一名了，就超扯，天的超夸张。酱油被戏啊嘞，酱油。哎、欸，对啊，我剩2.5个哎。对啊。哎、欸，可是这边好多啊！好，你去死吧！好，我升格了，有没有？快 TP， 快 TP！ 谁在家？我没有在家。地府林居然不在家，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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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上，我在天上。我跟他说我在家的时候，顺便起飞、啊。我在家，我忘了说，我在家里的上空。啊、你在家里上空，你在干嘛？你在家里上空，家里上面的空中啊，说什么？讲什么？上空是不是？哦、上空家里。我们在家里上空好像也是还是好像还男生还好像还好，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是有一次就是一直很好奇，因为我就有看到很多人发文都会说什么，就是啊那个什么好热哦，热到就是衣服脱掉这样好舒服。我心里想说，可是之前我试过一次，你有穿一件薄薄的衣服，跟你没穿衣服其实凉度是一样的、啊，那到底为什么？感觉吧，感觉不懂热，就是那个重量哦。酱油你懂吗？解释一下。我也不懂。对啊，酱油你超懂一样哎。因为我是真的很不懂，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亲身试过，其实凉度根本一模一样啊，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好奇怪、啊。哎呦，那觉得很开心，一个感觉吧，你懂吗？一个别离。就是跟打安慰剂一样的概念哦，自己催眠说，其实我全脱光光应该要很凉，这样。对对对，医生帮你说，哎、欸，医生帮你掉点药药，然后结果他是给你生理食盐水一样的概念。有这种医生吗？这样会犯法吧？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有些真的有些是真的，他
并不需要那个哦。对，哎，我有听过类似的，就是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但没有生病，医生就随便开给他那个什么维他命 C 啊，就那个人自己不好，就是阿妈就是这样啊。你阿妈，我阿妈，那就是有事没事而已啊。对啊。啊，就一定要去找医生啊，什么这种就哦，你是说头很痛，欸、至少聊跟医生聊一下啦，少不是吃聊心安的，吃香炉灰的那个东西啊，是香炉灰，那个是六八，那不一样，这样子你阿妈真的还好了。哎、欸，我以前真的喝过那个水，我有喝过水，真的喝过。后来想一想，不对，喝那个水到底有什么益处啊？只有害处吧？我的天！以那个成分来说的话，嗯，对啊，那个烧焦的那个汁，对啊，致癌物哎，对啊，可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怎样，越喝越有下去的时候，哎、欸，好像好了的感觉，就你缺水啦好好缺水，但是脱水的部分，对啊，喝下去好多了，对不对？脱水了，你脱水了，完蛋了。妙公就说：“这个要多喝水啦，来开个浮水给他。”开个浮水给他。妙公是另类的医生吗？他是信仰啊，那个真的是没什么用处，就是对啊。但是主要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就是他心里觉得不错了，作用慢慢变好了。我之前还有喝过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感冒啊，然后对不起，一直都没有好，然后你知道，就是类似什么偏方，你知道什么黑松沙是加蛋加盐，有有这个也是，这个我有听过，蛋听过，我有啊，哦，我不知道，我之前喝就说哎，就会快快好的，哦好，然后喝起来很难喝，这很难喝啊。而且你如果是生蛋就更噁了，我觉得是生蛋哦，好噁喔，是我觉得生蛋饮不是加沙士耶，对啊，人家是加一点沙士，不是他怕你吞不下去才加点甜的之类的吧？原来是这样哦，可能啦，欸，我不知道，这是那也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可是好像真的有那种酒是蛋酒，就是用苏打水蛋清。可是其实生蛋黄我敢吃，而且 我某方面来说我还蛮爱的耶。对啊，阿克蛋白就不行，对不对？只要新鲜的话很可以啊。对，嗯，很香味。你不要不新鲜的就，欸，臭鸡蛋嘛。对啊。那之前去吃那个什么小火锅，然后有时候给那个蛋黄一颗，我就直接打在蛋那个饭上面，那样子直接蛋搅饭。其实很，其实那味道是真的不错。那好吃吗？生蛋拌饭，欸，我也蛮爱吃的啦。嗯，其实，要看那个蛋新不新鲜啦。对，要看蛋新不新鲜啦。也要看那个人怕不怕腥味，就是有些人可能一点点都不行接受，那蛋好。嗯嗯。啊，还有一种饭啊，叫香菜饭，有一个特别腥，好香哦！我跟你说，还有香菜冰哎。香菜饮料，你们什么时候直接限定香菜饮料？我跟你讲，那时候看到视觉冲击，爆冰上面全部都是香菜，这是有为什么？没有香菜真的没有。说到这个，上次不是说炒的味道大于香菜吗？对啊，团团你说的嘛，你吃过炒？没有啊，因为没有观众讲的，观众讲的是小时候在玩会不小心吃到吧？哦，为什么？我没有吃过啦，不会，跌倒然后看到草是不是？没有啊，因为小时候就不行，我就这样。你是神农吗？你可不可以抓了一把草就直接放嘴巴吧？没有啦，小时候就你知道，就是欸，跟妹妹在玩啊，妹妹就说啊，这个给你吃，然后就吃下去。哦，半家酒，半家酒啊。妹妹是不是想把你害死啊？没有啦，就一点点而已啊，一点点，一点点，他一点点害死，你少成多嘛，暴毙啊！所以没事，我现在还好，好好的。有计划没有成功，小时候吃草，长大才会开店。哦，所以你说现在开店全部都吃过草吗？所以哦，那我就吃一点了，可恶！用心良苦，现在补吃来得及吗？我可以先吃到20年开一间大间的吗？哦，那我吃都骗好了。你们都要，那我明天带回来给你们好了。所以你们可以吃，开浮水给他们喝了。
开始了，我觉得很不错哦。妙工团被抹掉了，我这边刚刚有，是被抹掉了。你是说草？基因怪吧？啊，吃草基因怪。哦哦，基因怪。想说什么？草被抹掉了。谁在叫？谁在叫？我快死了！谁在叫？我我在飞了！等一下，我在死了！出事了！哎，刚刚说我吃草，我以为已经很奇葩了，其实没有很奇葩，因为起码是自然的东西。哦，那你们有吃过籽吗？有啊，籽我会吃、欸，籽没吃过哎、欸，就像你的那个籽面面包，卫生纸，卫生纸吗？没有，我说一般的 paper，、哦、你干嘛要吃一般的纸？什么了？行吗？那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咬过橡皮擦？嗯、有啊，有咬过的哦。那好像有，我不孤单。有咬啊，我吃下去就是咬而已，嘴巴痒。那还好啦，那有。你那个、啊，你以前用那种旧式的铅笔，后面就有橡皮擦。啊、你如果又习惯咬笔的话，就会有机会。哦，你会咬木质铅笔吗？对啊，就会咬吗？会咬到啊，我不太会啦。我觉得转笔了，就是习惯了。嗯，没有，就木头铅笔的味道好香哦，欠咬。哎，等一下啊、哦，杰克，你说你吃过纸，你该不会是因为你以前作弊，然后快被发现，你就把那个笔给吃？不是，赶快直接入手的剧情。我懂了，还是这样子啊，杰克，还是精武门那个？哦，把那个东亚病夫吞下去。吃过牙膏吧？牙膏吃还好啊，对啊，你还是可以有口味的，对，那很正常啊，就什么口香糖、啊、草莓口味啊，卫生纸啊什么，卫生纸是不小心的啦，有时候，嗯，你是，对不起，有人吃出心得哎、欸，说舒洁的比较好吞，有病啊。那时候是我同学讲的，我就说，哎、欸，靠，不然吃到卫生纸。他说，哦，那你下次买舒洁，舒洁的还比较好吃。他是有研究是不是？天哪，卫生纸研究大师。对，你没有吃过洗面乳？没有，不小心吃掉、啊啊啊。可能多刷不小心吃到吧。你是不是当牙膏在用，然后吃下去？哇，我好懂你哦，记错条。我那时候吓到说，嗯，怎么不太对？然后因为吓到，所以瞬间我就吞了一个口水，然后就哇，喉咙滑的，你知道吗？喉咙是感觉是滑的。哇，他们有人用那个什么，用牙膏洗脸。哎、欸，你真的是吃完之后洗泡泡、欸，太大了吧？好凉哦，太凉的感觉。可是牙膏你挤在手上的时候，不会就觉得怪怪的了吗？挤不出泡泡啊，也是一条啊，然后泡泡泡的啊，好不好？刚睡醒没有意识哦，然后就这样吃下去啊。啊，我自己之前吃曾经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过啊，就是拿润发乳当洗发乳这样用。哦，我有挤错过，但、哦、是都会及时发现洗掉。我是洗完之后才发现怎么都没泡泡啊，就来不及了。已经润发了，对，润完了，润完，对。然后但是我那次第一次我发现的时间太晚，我是已经全部整个都洗完了，出来才发现，哎、欸，不对，我怎么头发怪怪的？太慢了，然后我又再进去补洗。Run two， 再进去一次。用润丝洗头，不会觉得头发油油了吗？我是觉得头发油油的、啊，油油的啊。然后我又抓到头发闻一下，不对，怎么还是臭的？我就继续洗啊。套头。我要吃一万格热。你怎么一直有时常在一万格啊？对啊，你怎么忙？我跑去挖矿啊！我刚刚挖矿，然后拿来卖，然后赚钻石。赚赚钻石。对啊，再把它换成钻石钻。不过现在其实有很方便的，现在就是有那种洗发精、沐浴乳、洗面乳，我说三合一吗？三合一，现在其实有啊。人家不是说不推荐用那种吗？都不会洗错了呢。对啊，现在有。那时候有啊，那时候去 TGI 的时候就直接买一罐去。对啊，这个好像听说蛮好用，就怕说是拿来当牙膏啦，对不对？对啦，是那个在拿来当牙膏太扯了，一瓶拿当牙膏的话，我是觉得蛮妙的了。搞不好有四合一啊，四合一啊，加牙膏一起用啊。我是没看过啦，那哎、欸，如果有的话是世纪大发明哎、欸。对啊，绝对。那成分要怎么调啊？太懒人了吧？哎、欸，诺贝尔嘞？
拜托，觉得可以耶，大家赶快去研究吧，各位。对，商机以后这个是无限商机啊！你以后那个先别的不说，光军中一定全部都跟你买了。嗯，肯定的，直接赚爆，买削翻，嗯，末日爆发，买爆。啊、末日来临怎么办？靠这一罐，靠这一罐的。偷偷问个，哎，有人买墙壁吗？没有，没有，我有但不卖。哦，120，再高一点。120是砖吗？哇，120砖，砖我就拿出去了，砖我就拿出去了。太多了。谁在接啊？我在家，我在家，我在家，我在补血区。我传到一个荒岛，它叫卡加布列岛。想冲，我来了，我来了。哎、欸，我打到四的，你要看吗？可以，可以，可以。你要攻击四吗 ？OK，OK，OK。Okay, okay, okay. 你想被射死？射啊，射我！好色啊，好色哦！讲这说啥呢？现在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多血量也会增加？对啊。你要为哈基的电脑着想啊！辛苦了，哈基的电脑。我的吧，辛苦了。还是你过来一下，我就突然看到怪怪的东西啊！看到怪怪的东西，批评你吗？嗯，嘿、hey ，你看，我看，为什么他？啊，我没看到动了什么手脚，没看到东西啊！点这个，对啊，我没看到东西啊！你看告示牌，哎、欸，为什么？对吧？所以我觉得突然有点离奇，为什么基础奖励就有113？为什么？副本坏掉了，掉了，保底了吗？你知道我刚放两块，我进去，我吓到911是怎样？这个游戏有保底了，好开心、哦！没有意外啦，应该是意外啦，这是 bug 吧？意外，那就要修一下吗？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事。这个用下去会通货膨胀。我刚刚想说。啊、这么简单，然后910几颗，那我之前在打什么？那这样子，我们以后交易的单位都是用钻石砖嘞，钻石太可怕了，这是通货膨胀了啦。对啊，通货膨胀的下场、欸、然后到时候就要有那个轻松高效银行就要来整顿一次，几个钻石砖才能换几个新的钻石砖？新的货币？对，新货币，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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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是我啦，哈哈，是我啦。嘿，都是的，哪里可能 ？Call me maybe。嘿，刚走允月打过嘛，对吧？对，对我打过了。你刚刚有感觉到异样吗？我刚刚打正常，200多颗正常的。哦，有点不正常，有点多。你可能我平时有那么多颗、啊、很正常啊，可能有几颗是从我这边拿走的。哦、那你要去跟系统讲，跟系统讲，快！哎呦，都是的，都是的，都是的，嗯哼，都是的，嗯啊、这个金额也不是刚刚隐约的金额啊，我的是200几吧。嗯哼，嗯哼，起始金额就怪怪的啦。嗯，好的。哦，十颗，所以是多打一个零吗？没有归零。哦，隐约打完的那个没归零。哦，归零。好险杰克有看、欸、不然万一杰克就这样玩完，然后呢之后又下一个人去打，就他说想多赚一点哦，赶快赚、哎、越多、欸，好恐怖哦，那个数值会爆棚，真的，他就是一个叠一个叠一个叠个上叠上去哦，我下次有更多了，哈基度，真的通货膨胀，真的，那、啊、你没有血量四是不是？没有，我有啊，这已经光碟好死了。我放进去了。啊，你们没有打到新的光碟，我怎么记得好像不是说黑色啊？有啊，有黑光碟啊。我有打到一张啊。我是不是想要留着解任务？想去带你打、欸、打了一张，再加一个速度是不是？
考机场移来这里之后，要去烧垃圾，要跑比较远了呢。你烧垃圾拿那个在烧的吗？对啊，我以前都把那个鸡当做焚化炉。他那个烤鸡都有习惯，都会塑胶味。没有，是烤出来都有那种石头香气。你有没有吃过石板烤肉？石板烤鸡啊？对啊，石板烤鸡香香的，好香气。欸，可是说真的，我觉得现在夜市根本都没有几个是，就是真正道地的石板烤肉，还是要去台东吃才吃得到。主要吃就直接去那种，就是我那时候看一个那个人家的 vlog， 他们是去真的去山部落还是什么的那种、哦、部落那种的也一定啊，对啊，可是就没去过。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真的是就完全纯野外，就直接那边现场砍竹子当碗，然后什么很香，这样直接现场插鱼来吃，这样超酷的哦。我觉得我们可能前两个小时会很嗨啦，后面可能会说，我好累啊，累啊，累啊！我电脑我要玩，有没有 WiFi？ 这边怎么没讯号？我受不了，我的手机车一阵要发作了。手机没讯号，哎、欸，说到手机没讯号，我前几天不是去打牌、哦、去台中打牌，嗯、然后那边、嗯、因为他那边是地下室，那、嗯、一进去。手机基本上不能用，啊，超惨哦！然后就比完赛啊，然后出来说，哇，我终于可以用手机，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哎、欸，那就代表说你已经有戒断症状嘞。有，就我一定有。啊！天哪，为什么没有网络这么痛苦啊？那你要再坚持一下，你说不定以后就摆脱手机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很难，对对，真的难。哦。我也觉得我没办法，我直接说没办法。我也应该也是没办法，觉得太痛苦了。就算不用干嘛，可是就是想滑一下。对啊，除非有一个有事情能够让我直接完全忘记手机的存在，而这有点难，就是专注于某个事情了。对啊，例如说咖啡机出问题。哦，这我跟你讲，这个就会动尾掉，直接冲过去。受不了，嘿，白痴！可是我真的就有看过有人完全没有手，到现在都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然后他也都没事啊，很强哎、欸。我觉得这就是欲那个那叫什么物欲吧？对啊。就跟那个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用那个啊。IG 这个东西，嗯，我觉得也有一种这种趋势，就是越年轻，现在大家都越讲求说要 IG 什么。就是，欸、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杰克被载走了。对，应该是我被载走了。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我都用 FB 跟什么，就用 FB 而已。啊、嗯，然后。他说：“啊，你有没有 IG？” 我说：“我没有啊。”他说：“啊，老人哦。”哇，老人。然后说：“欸嗯、没有 IG 错了吗？”那我那时候办了一个，但是我真的还是没什么用。你现在有在用啊，不是吗？是，就是想说还是培养一下，看有没有那边的粉丝这样子，养一下，养看看。我看你 IG 的经营还是比我积极，超好笑。美丽文，多 po 一下，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忘记，可能搞不好有时候变成一个礼拜才一篇，没关系啦，我那两三个月一次。你有没有看过我的、啊嗯？你的可能你的现在应该是两三个月前有 po 吧，对不对？对，小小回来 po， 全都是食物，对吧、啊？食物都是吃的，那时候就把它当成那个、啊、食物日记，坚持的食物这样子，然后好不好吃？那千万别去那家，是不是？那这超难吃，我一定要对待朋友来吃看看。好像我某位朋友哦，相似吗？你说那什么猪嘛，对不对？薰衣草猪啊，薰衣草猪，薰衣草猪，不是香草还是什么薰衣草？因为姚讲的，对吧？就是香草，然后。默默在那边看薰衣草，然后姚就说：“哎、欸，这个薰衣草猪其实还好。”哎、欸，加二，
那我现在只要听到波波讲那个开薰衣草，就会想到薰衣草机。我以为你是说他讲了开那个开薰衣草，你就想到瑶的脸。哈哈哈哈哈！痛苦蛮深的呢。不要吧，我不是很想想到他的脸。好过分。他等一下听到会觉得很难过，说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啊？他也不知道。我觉得他会反应说，我也不想看到你的脸。谁想看你啊？小臭美了，小臭美了，小臭美了。最近在华语都不知道怎么被一种那种就是捞池塘的影片吸引。捞池塘，捞池塘是就是他们是内地那边吧，好像就会有一些人就是会池塘要可能要处理过还是怎么样，他就把它放干，然后就会让。对，让一些人去买说，说哦，这边就是给你1500块，你在里面捞到的东西，啊、就是你敢哭的东西，捞到的都给你。哦，他们就拿什么、那个叉子啊，还是拿什么那种去挖到那种什么泥鳅啊，还是那种鱼啊，把它抓起来就是你的。啊，我以为你那个捞是要捞金鱼的那个，拿纸那个是不是？哎，其实好像蛮有趣的。好像不错玩嘞、欸，对啊，捞金鱼，金鱼捞捞，然后你拿那个纸做的那个捞那个哺乳类的金鱼，哇，太神啦！你是说，如果之后人家那个要捕鼠，然后人家拿个纸的来，对啊，直接，他还不先钻破再说，那肯定破的吧？好开心哦！对啊，哎、欸，是说内敛 Bobo 嘞？我们等了一个小时、欸，他没有。我刚刚他变身失败了，刚刚有啊、没有，没有你。我刚刚以为我们那一趴已经结束了，没有，完全没有，你们完全没有感受到内敛。我从头到尾都觉得你刚刚只是在慢慢酝酿，结果你酝酿到后来又变回来了。是，那一趴原来是误会，是不是？我以为我们那一趴结束、啊，还是你所谓的变回你？就是那个内敛版，包括就是你连话都不想讲，不讲话了。哦、是的确啊，我那这样不算，那这样不算啊，哪算啊？欸、可是我真的，如果真的是来开始讲实话，真的很少啊，是哦，对啊，是真的很少讲话啊，是哦，啊，我不喜欢讲话，这感觉超不奇怪的耶，是狼啊，哇，对啊，是狼。就讲好多狼啊，已经好狼哦。那你不觉得有时候玩游戏什么，突然一个人很吵，那个人突然不讲话，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有会、欸，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然后呢，我在想啊，搞不好就可以故意用这个来做反操作、欸。哎呦，啊！可是我有时候就是，假如说以游戏以外的话，吵的不讲话了，就觉得他是不是生气？就是可能有什么事情怎么了？通常都是心里有事情，感觉在卡住。他是被绑架了，对吧？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大家的感知能力强不强。真的，好了，这样有没有生气了？对啊，对不起啊。我知道那个月球事件，你很痛苦。啊、我那个，我现在很生气。什么？我怎么给你做魔鬼岛？哦，记起来，记起来，要记下来。这是随便传随便游哎、欸，对啊，好扯。那你可以在蘑菇岛那边挖啦，开挖不会升怪。挖什么？挖钻石啊！挖钻石啊！它这里可以挖吗？可以挖，好像挖对啊，小挖就是这个生态鱼是连矿坑都不会升怪的。酷哎、欸！你可以住在那边了。哎、欸，我要转身，我不回家了，你会想我。好，你不能回来了，我搬家拆了，你不能回来了。抱歉，我要想家了，我想家了。拍卖，去掏空整个家喽。哎、欸，谁打我？哎、欸，那他的家产有没有带着、啊？没有带着，那我们可以没有，他家产放在家里，快点，枕头旁边，走喽 ，Go Go Go！ 我家地板被挖了一块，为什么前地板被挖了一块？发生什么事了？啊？为什么这一块？是不是安德跑去你地下室把它搬一块走？可能哦。可是搬砖它会搬吗？哦、不会呢。
它不是什么砖会拿吗？没有没有，它有固定的砖，除非你用指令去设定。哦、对，搞不好他记得小彩蛋就是他会开始乱搬东西。哎呦，哎呦，要把剑他会搬走，谢谢你给我 idea。他会搬黑曜石啊？哎、欸，那他会哭哎、欸，可能会搬箱子吧？哎、欸，那会真的哭哎、欸，死哎、欸！那还是不要吧。小偷啊！要把那个家传的钻石搬走。搬到其他地方，他可能会翻箱，然后拿里面最贵的东西出来，拿在手上。哇、哦，那长得他长得像哈记吗？对啊，那那个他是手上有箱子吗？他背面是不是有拉链要拉开一下啦？有看看哦。然后每次回到哈记家的时候，他就很喘。哦，啊，你在喘什么？哦，没有啦，我最近迷上了跑步啦。对啊，好好跑步 是, 不是。对, 對、啊，最近迷上跑步。嘿。然后在干嘛？我忘记。嗯，喘啊，对对对对，喘。哦，对，哈基那个副本要重置一下。哦，对，我保好了吗？我们打完了，我们打完了，打完了，应该现在就正常了吧？现在正常。看一下吧，看一下。对，我刚是只是我就设定完了嘛，就等于我的。哦，有有。哦，所以波波怕有问题。波波，你的收敛的意思就是不讲话就是收敛，讲话就是不收敛的吗？我觉得感觉波波的意思是这样、欸。哦。然后突然想到、欸，哎，刚刚帮忙想到安德可能会搬箱子，箱子会跑掉嘛。然后有人就说，那这样子轻松高效就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贩卖，那个东西叫锁头。哇，哦，哇、哦、哟、哎，不错哦。对啊，你这样多有东西可以卖嘞、欸，回收很亏耶。锁头，对啊，你手机有新的设计师吗？什么都要加个要素，对啊，什么都要加。那你锁头要不要有耐久度，然后还要抽转蛋，然后有机、啊、超级稀有锁头？那可以包月吗？锁头可以包月吗？那是月俸吧？就是你累积集满三十天就有机会得到 SR 锁头之类的。SR 锁头，那他这一锁上去就打不开，连自己都打不开，他怎么办？哇，那这可能卖钥匙啊！哦，那这样就要卖钥匙，就是如果卡住了，你就要拿掉下去那个万用锁这样。然后那个万用锁比那锁头还难抽。哦，好会哦！哇，商人哦，人人都是商人。那请问哈记的头那个锁头多少？哎，这贵呢。那锁头你可能要先跟他好感度培养到 max 才有机会开了。哇！我老实讲，我原本里面已经写好一半了，就是好感度啊，真的假的？原本已经写了，原本是有已经写好一半了，然后想说、嗯、不知道该用在哪里呢，先放着好了。锁头的好感度吗？送他润滑油啊什么之类的，笑死！哦哦，为什么是润滑油？没有啊，这样因为你锁头卡住啊。哦，对啊，你想滑顺。没有，我只是后续哦。对，等等，你还好吗？我刚好卡住而已。你要润滑一下吗？哎、欸，这个这样下去应该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怎么都润滑？对啊，恐怖。还没有 T 二，一二，这句话好奇怪，需要润滑一下吗？好可怕、啊！我们要滋润一下。哎，糟死你们！润滑一下你的喉咙。天的那小号，我要进去喽！进去了，来装副本，什么东西？我觉得不太礼貌，装副本啊！你们在哦，你们这样上一个话题，我接这个话题，这个不太行。我想说你们结束了，硬要跟那个波波讲一样。我以为你们结束啊，不好意思，我以为刚刚那个怕，你们懂啊？我以为你刚刚那怕结束了呢。哇，看来是我误会了呢。我车速是不是越来越快了？快抓不住了。有一点，听见我最纯洁，不要污染我。嗯。啊？喵。喵喵。啊？哎，好，我们来跳胜利之舞。等一下，先回收一下我的钱包啊。啊喵啊喵。哦，对啊，需要拉拉队吗？副本的。拉拉队是什么？帮你在啊，你没有，你有参与到啊，在上面跳来跳去、啊，上面跳来跳去啊，你不是说走？哦哦，对呢，你不是说所有按钮按下去就对了吗？对啊，欸、好哎、欸，啊，麻烦了，好，在我在跳，在跳，在跳，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可以中毒那么久啊？你去找小蜜蜂，那是剧毒哦，对吧、啊？小蜜蜂有用吗？
有可以解啊，可以解啊，蜜蜂不能解任何负面。啊，蜜蜂嘞，蜜蜂被我杀死了。哦，是刚啊，会显示啊，文字会显示。对啊。哦，对耶，不见了，完全被他了。被助攻射死。不，没有，可是。哦哦，有机会哎，因为如果不是我杀死的话，他死掉应该不会显示 ID， 而显示说被谁杀死嘛，对不对？哎呦，对，他就是被他射死。哎呦，跳了一颗哦，跳了一颗哦，有一颗有一颗。啊，哎，哈记，嗯，我刚看你那个护防具的那个重装那一本，我看你是他是写副手拿哎。我看一下，我冲掉了。副手拿主手拿武器吗？还是什么？主手拿装备？我记得是相反的，因为我那个武器的是副手拿那个嘛，要冲的武器，然后主手是拿主嘛。没有啦，他的意思是你要拿在副手才能冲装。对对，然后那个副手，然后那个防具的好像是反的。防具是反的，上面写的是反的。有要借你看吗？我现在身上刚好有。文字介绍是反的，是不是？对，旧版的吧。我看一下，你看，我放出来。但使用规则是一样的吧？使用规则是跟武器是一样的，可是你真正使用的时候是。对啊，你看我这本上面写的就是第一行都一样啊，一冲撞到就放副手啊。啊，但是你耶啊，对耶。啊，对耶，我写错字了啊，对耶。哦，一冲撞道具放副手。打完了，打完了，没有强力。写反了，我本来要打吗？你要先让我可以啊！啊，我来冲装了，耶！冲啊！我来冲，我来冲九本三十趴，看会过几本。你是要冲武器还是生命？冲武器，冲武器，冲武器！我好想再打，好想要有那个武器可以洗掉一口。重置吗？重置次数？对啊。我要去看莫幻斗，可这不会有那个吧？广播什么都自己看得到吧？看到，嗯，对啊，不是在同一个那个吗？没有，是直接点输了，刚输了，好吧？因为最后说你破了几张啊？好的，拉拉队。嗯，你有个位戏啊？哦，差一点就要命葬在蘑菇岛。为什么啊？老不是没怪吗？它有个超级大悬崖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摔死的部分，哎，好，摔死，它隐藏在边边，我差一点被摔死。哎，哇，我冲了一把垃圾，我看你全部都是二哎，数值哦，没有那个是二，是冲撞的意思。我冲了一把垃圾，三十八九张只过一，哇哦，所以过了会有放烟火，然后难怪我看到你只放一次。欸，他那个烟火特效就是风插谷的特效。嗯，哦，杰克有没有觉得啊，这个好熟悉啊？还好啊，至少我冲到一把加二十攻击的了，夸张，加二十，没有就是过几张啊？没有是那八加十二啦。哦，对，我过四张，跟我一样夸张。我是六加六张，加六这样子。我现在这一把是加五， oh. 然后还有四次可以冲。你是说冲七十吗？还是我冲一次三十，两次三十，然后其他冲七十。哦，过了一张，过了一张三十的，数可以呀，可以。熊猫好难变异哦，麻烦哦。你还在养熊猫？对啊，永远都养出那两种而已。那个是不是真的很低啊？可以去危机查一下，看一下变异几率。听说1%还2%的几率超低了吧？你要养100次才会有一两次哎、欸。可是应该有你100次啦，还是我都把运气拿去抽卡？有可能失败，拿什么卡？时间太少了哦，你是时间到的哦，我以为你是死掉哦，16倍啊，你武器不够强，对，我想要试试看，不然你那个成功的话会是多少？我忘记了，往上拉150颗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看得到的，哦，150哦，哇，不，你有那么贪心？
我要测试一下，我测试一下我极限在哪里。哦，好好，你的极限在哪？要挑战极限。那你哦，那你应该知道你的极限在哪。我知道。哎，那波波现在还在家吗？我们都在，我在，很多人都在家。要讲下放一口岩浆，要赶快讲完，我不讲讲错，波波会变成大菜。我在烧垃圾你哦，你在烧垃圾，你是指？不是啦，哦，告他，快点，那个好久没人告了。病娇成哦，这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我看到 T 个零按下去，有人在冲东西。哎呦，哇，哦，好像好一点。哇，太硬了吧！三排防御力是怎样？很好啊，还有很当肉盾啊，两边都在冲，两边都在冲，哎，看起来肉盾哎、欸。是我觉得冲剑的比较好玩。两边都是在冲剑的哦，真的啊、哦，两、嗯、边、哦、都是在冲剑啊、哦欸！啊，中毒了，八八幸运呢、欸，可是他基础值不高就没用啊！你这个剑士也太多了吧？八八幸运呢？我去买哦、嗯，啊，不冲了，我们看别的，换边看，换边看啊，这里没了，就要走了，两边都没了，两边都换边台，换边台，换边台，我要买重置石了。我可以把家产玩完了、欸，完了，再赚就好了。对啊，再赚就有了。哎、欸，不是有人要在轻松高校当借贷的吗？我觉得教练可以当借贷啊，他会赔死哦。是吗，师傅？我要拿你的财产去当借贷？没有啊，但是你要算高利贷啊，这样才能赚回来啊。对啊，看银行怎么赚钱。师傅，教导一下。你的那个利，你的那个利息可能每一周就是要50%这样。哇哦，太高了吧！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对不对？你这个有借有还，再见拜拜了吧？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再见拜拜。没有啊，你借钱我放心。啊，我打什么？快死了！啊！成珠啊！再来两颗，那我回一下血。可以。为什么只要用我的运气啊？好难过。Love you。我只是想要看你把你冲了。没有没有，不能看，不能看，不能，这是商业机密。啊！这两个女巫烦死了。哦，好烦哦，攻击了。上坑，上坑。攻击！可以了，可以了，剩两条。来去看。哦吼，三排耶，可以洗了。哦，再来，再来，再来，攻击你！啊，你保护一下血，攻击你啊！哦，减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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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减能。还是他跟六八还好啦。哇，这这这这这，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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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哇，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多的跑速，减减减哦，碎碎碎。再减再减，啊，这不是这个了。幸运呢、欸，幸运好像可以留哎、欸，可以留啊。你现在就三生命值啊，嗯、三生命值。可是他只有五分之一的机会，就比较难一点啦、啊。这个算一下，大概20%。对啊，20%很难呢、欸。反正不是上次帮你弄掉吗？可是我这次没这运气啦。哦，我最近运气给我了，我才刚抽完卡啊，运气没了。素质的，这样子，那洗能石下去了。我也想要买一颗。你好多卷哦，买一颗，一颗怎么够？现在16块哎。买几颗？买到啊！三排攻击是怎样？那你把下面那个防御力删掉啊。2%升，哎，就完美。我不是想骗你钱，但是重置石你可以全部买下去，有机会抽到4个属性的啊。哦，再删一个。我跟哈基亚在慢慢玩啊，没有，我弄了一个很毒系统，哎，有听到吗？有啊，就尽量买啊，不是全部买啊，就买多一点没关系啊，因为毕竟它可以抽到很多属性的啦，可以慢慢刷，对啊，全部买下去，你怎么都删得到那个啊？你好强哦，无心的哟，嗯，那青菜，哦，你在无心哦，对啊，嘴巴这样讲有没有？
其实心里还是在想，没有，我跟你讲，我要的是全部幸运，我不是要攻击，不是无心的吧？我帮你删掉，我是觉得这把可以留下啦。你不是说你要幸运，你为什么要留了？很老实哦。飞，为什么你中毒了？是啊，我会累格，我会卡一下。哎、欸，你被吸啊呢？对啊，我就一直累格，一直被揍，超痛的。拜拜喽！而且晚上了哦，所以可他的蜘蛛都没了，也还好吧。欸、他绿绿耶、欸，对啊，哇，要被摸到、哦。他到底还有多少血？好久、哦、啊！你又被摸一下，我被摸一下很痛啊。啊，再跑。他是内格。跑、啊。今天连这边连的比较不稳，这样。对啊，我今天不知道网络怎么了。有了有了有了，再卡一下就死了。但是游戏是没血，没血是内格。对啊，就是、啊，那边破了，破了，破了，哦，110颗呀，好强哦！哦，好累，我全部就一张啊，好多、哦。你是用什么啊？就是全部一阶的各一张哦，所以它有加成啊？有啊，好像是。那个哈基米有有有啊，嗯，1.5吗？还是多少？1.5。哦，才10啊。没事，差一点而已、啊，你没死啊，没死，没死，没死。哈基什么时候有保底？保底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抽东西之后会有保底？他想抽盾牌啦。对啦，我想抽盾牌，你就慢慢抽吧。说好的保底、啊，之前也大家也都是慢慢抽啊，会出来的。你可能轻松高效变成轻松射出之后，可能才会再看看。轻松射出，不轻松射出。哎、欸，当射出来可以很轻松哎，天啊！啊，你好棒、哦！轻松射出哎、欸，赚翻！还敷衍我、哦、啊！波波的夜妹跑过来了，啊，攻击多重？哎、欸，生命好好打，攻击好难打哦。我好像有打到一本成名，嘟嘟后，我今天打到三本，嗯，三本书，有人要买书啊？关系应该很多，对啊，哦、自己我要当书商，现在有多少本啊？快30吧，我去看一下。不过生命比较多啦，攻击好少。攻击，对啊，哇，这是防具书跟攻那个武器书，不好难，嗯，哦，攻击破100了耶，106，恭喜，比加，好啊，玩一个很刺激的东西了啊，棒，你看，攻击左边那个而已，对耶，都是打到。我刚刚都是打到攻击的、哦、所以我刚刚 才可以抽，我今天应该打了五本左右吧，五本38吧。哦，哇，你这么刺激哦！我要去看了，我要目送你最后一层。哦，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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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箭手也太痛了啦！可是我也很痛。欸、他是丢加速药水吗？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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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哦！我们来赌哈基撑不撑得过55分。55分啊！对，我想去把小机场那个控制杆拉起来。想说我们来赌，看谁先丢那个轮流丢鸡蛋，对吗？我用那个钻石来赌，对吧、啊？爆掉！就不要爆掉啊！就是好，我们第一轮先丢，然后没中，看要不要加注。第二轮再丢，丢到鸡尾。哇塞，他吃好猛哦！吃到鸡，对不对？两个汤了，你吃两个汤了。好痛哦！你好猛哦！好猛啊！猛哥哎、欸，真的猛哥哎、欸！威猛一哥，威猛先生哈记。那是冲马桶的吧？真香！所以这是叫哈基冲马桶啊！
哇！有蜜蜂，嗡嗡嗡！我刚刚蜜蜂也是突然就死掉了，可能被挤压，然后射到就死。哇，你过嘞、啊！好猛哦、喔！你轻松踩就当做这样冲到吧。对啊，应该是说轻松踩没中，好像也没差，你打这个超多、欸。对啊，这个比轻松踩多了。还是你只是想要中的快感？中的快感啊！这是十六倍血，然后我十六倍血，五倍攻击，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好扯哦！你这刚刚刚我们打八倍的，大概他摸三下我就死了，恐怖。讲下礼拜要玩是不是？好陡啊、哦！有速度，我看起来就好陡哦，很陡啊，速度很快。我是想丢那个啦，什么乌龟的那个药水，在他们家防御当会变很慢，抗性八十那个吗？对啊，抗性。没有偏财运，只能自己赚了。对啊，稳扎稳打。可是这样子其实比较赚的、欸。是啊，赚很多。但你就是 每一周也只能打一次。你每周也只能赚一次啊？每一周也赚啊？你每周都中是乐透哎、欸？哎，对啊。那也不一定会中哎、欸，这是如果稳过就是稳过。可是他这样是吃两个汤哦。对，两个汤，错，装备扣大概五分之一吧，全部都扣五分之一左右，哦、好痛哦！啊，秋秋刚得，哎、对，我要买那个重置时忘记了。剩十分钟，我多快啊！然后还在出去的，四分对，剩四分钟，分钟。嗯，算了，现在是扣最后一只怪物，不知道是哪一只。哎、欸，刘毒你打了吗？他打够了，都打了啊！现在因为我把危机上面的全部怪物都列在我的画面上，哦、打完一只就上一只，打完一只就上一只。可是好像有一些是指令叫出来的，他不会计算进去。僵尸马是不是？僵尸马，僵尸马算那个耶，算吗？算，好像是算耶。欸、可是僵尸马正常是不是不会出？对啊，专眼我们之前也打过啊，巨人也打过，不是吗？对啊，是僵尸。然后后来稍微试了一下，像副本里面的不是会有蜘蛛啊，还是有些召唤出来的毒蜘蛛啊，嗯、那个都不算，所以你要自己去找，哦、自己去找。难怪你有时候要跑出去要找什么废矿那些的。对，好、哦，是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 我之前打 BOSS 招了毒蜘蛛，我想说那个应该算吧，砍死之后，哎、欸，然后一直没有计算到，刚刚去废矿找的，他才计算到。哦，好酷 哦！还有这样子分的、欸、啊？怎么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一只是？我现在是33/34。哦，就那一只不知道是之前哪一只召唤出来指令出来的怪，现在要重找，感觉是。再来看一下。啊，你就看招出来的是哪一只，还没有。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一只是之前招出来，然后对，有人在趁需要想要考值，我差点射到你啊！而且这是强力石啊！好，我没开麦，我死了。那你就没有、啊，你就今天直播打了什么重击一次，然后你就开始每个都真的就在一乱。哎呦！这一乱好累，我这一乱下去三个礼拜，我都在做这件事情。哇，不然就是要开记录档慢慢看，很累的耶。那从高志统计那边也不算哦，就是因为有召唤会记进去，这就是我最麻烦的地方。统计那边会记进去哦，然后成就那边没有记进去，哇，那很尴尬哎。
神秘，还你啊！哦，你真挖了，今天挖了几个圆钻？他不见了，他见了，他问你挖几个圆钻？十五个。哦哦，幻术师，幻术师不是原版麦块碰不到吗？幻术师原版麦块。对啊，那个所以那个不就不需要去解啊，那就不用打了，对吧、啊？然后之前的幻魔啊，跟啊对跟那个有些都是高等，嗯，基本上那个突袭的时候都已经打过一轮了，哦也是啦，嗯，应该是都摸过一轮了。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漏掉了，真是好好好气哦，好气，人。人去慢慢推说容易会让他既变成拿来当召唤的怪物有哪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可能变成绿烟的也会没有继续去。哦哦、嗯、真的有机会。对，这个也有可能。结果有没有是僵尸？哎、欸、最简单的。僵尸应该 不太可能又跟他在墓地里面打了一乱了。还是中介满的、啊，中介满的，上一次波波帮我招了啊，是我帮你招的、哦，对啊，那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你再帮我招，他哪一只？老鬼，老鬼也是突袭的时候有打啦，好啊，真的已经想不到了，是不是要点啦？嗯，差不多，十点了。哦三跟十三啊，别人跟我报的名牌哎、欸，每次统计下来不是这两个最多吗？是高校之后的名牌，觉得好夸张哦！不是哪个呢？谁的？谁的？居然是在旁边！啊，隔壁不是十五号嘞？隔壁十五号是宝宝，对吧？十五号是。所以真的是在中间这一排很有机会。嗯，我现在都在压最右边这两排，真的是玄学，玄学啊，玄学啊，会中就是会中啦，不会中还是不会中啊。最右边这两排会爆就会爆啦，自己老实赚卡西灾了。每次去打个五百赚的副本啦、啊。哎、欸，对你刚打的时候刚好没那个哎、欸。那个应该会更惨，对，他一个惨一万格，直接哭死。他今天很开心。好啦，今天到这边啦，羞羞，休息，休息，休息，羞羞。下礼拜礼拜，不是下礼拜礼拜是什么？下礼拜礼拜活动啦，白痴哦。啊，又充了一套好装备。好啦，这个其实幸运台太低，固定趴数太低，所以感受不出来啦。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白岩心，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明天魔力宝贝见啦，拜拜。